快速喊爱你两次。爱你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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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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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呀。据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明佑。在海边裸奔。台湾吗？不在台湾，在国外。只要一个字形容。一个字当然是爽啊，就是一直跳到海里面，然后把裤子脱掉这样。都是男生吗？对啊，都男生啊，不然女生这样对吗？会不会太解放？疑心病重，斯文，有质感，自己讲。这怎么感觉三个搭起来有点变态杀手的感觉？就是人有光明面，也会有黑暗面。过去我的光明面比较大，但是我觉得年过三十以后，那个黑暗面就是慢慢的全面侵蚀。对，所以就是目前是一个日食的状态。对，是提早进入中年危机。没有到中年危机啊，哎，我保养得宜，好不好？那你平常怎么保养？我平常都很认真在擦乳液，保持好心情，然后努力的去游泳。你到现在有试过医美吗？我也试过一次做眼睛，因为我的眼睛其实有一点，就是这边鱼尾纹很多。那时候就是因为想要当韩国偶像，所以就是公司就有提议说，就是要不要做做看。然后我说啊，好啊，试试看这样。然后就是打肉毒，然后就这边打一个，这边也打一个。然后打完以后，哎，效果真的很好，我整个就眼睛这样拉提嘛，就是整个眼神就是都很有电这样。然后过了大概几个月吧，然后就慢慢那个效果就没了，然后又要再去打，结果就真的再去打这样，然后就再打一次之后，就是我就眼睛就突然变这样，就一边高一边低，然后我就吓到了，因为才发现说哦，其实打肉毒那个打的位置很重要，就差一点点就差很多，然后自此之后我就不敢再去了。田馥甄爱你啊。哎，冲康给我，冲康给我。但是田馥甄啊，怎么会是爱姨娘？那田馥甄跟郭书瑶，又冲康给我，很康哎。好了，我见一个爱一个，郭书瑶。郭书瑶跟曾沛慈，我跟曾沛慈不太熟。郭书瑶，郭书瑶，那郭书瑶跟林明真。郭书瑶跟林明真，哦，这两个都是大炮型，这两个不好挑呢。确定是自己有大炮吗？还是澎湃？郭书瑶，因为我最近有去他家，然后我有发现他有在学琴，也有在学竖琴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女生真的不是只是那个外形较好，她也是有一些内涵，也是有一些琴棋诗画的那个闲情逸致在，我就觉得非常优秀。你就会加一个名菜啊，那个郭书瑶跟徐伟宁。啊，哦，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，怎么办？我选不出来。好吧，那如果郭书瑶跟徐伟宁掉到水里，你要救谁？徐伟宁。好，选出来了，今天又很难吗？郭书瑶会自己浮起来。没有胸部跟长得丑。没有胸部。没有胸部跟时尚感很差。没有胸部。所以你其实会看中女生的胸部。没有胸部无所谓啊，你不是说不要选的那个？我刚刚选没有胸部，反正我刚刚选错哎。没有胸部跟长得丑。长得丑。长得丑，长得丑跟皮肤不好，皮肤不好，皮肤不好跟口臭，口臭，口臭跟三层肉，三层肉，三层肉跟油味很重，油味，就是那种真的会有一种很宅的臭油味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油味很重跟满嘴脏话，油味很重，满嘴脏话我 OK， 甚至有点喜欢，哇，口味那么吃重，同理心。就是要能够体谅，我可能很忙，在外面要可以承受，就是可能独守空闺。对，独守空闺，或者是不能见光。喜欢听我弹钢琴喽，喜欢看影集喽，就这样。对，因为看影集，他就可以自己安静在旁边看影集，我就可以做我的事情。需要女友吧？挑战什么？阿凡达变形。
OK， 这是虚的变形计，烂尾但是很疗愈，虚会有虚的报应，无论如何跟虚没有关系，欢迎虚哭哭啼啼，让虚享受影后级的演技，虚当然不会变心，因为虚没有心。哎呦，哎呦，很快啊！因为你会想要试探那个哪一个？惩罚挑战？什么惩罚挑战？什么？快速和爱你两小时。我想被惩罚，快惩罚我！十次是，好来。爱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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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爽哦！